哎呀，什么东西，快走开，怎么这么香啊？果子，你是不是又在偷吃东西啊？还不承认，我都看见了，赶紧给我拿出来。我说我的巧克力怎么不见了呢？原来被你偷吃了呀。我肚子太饿太饿太饿了，我要吃东西。那你等着，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去。来来，赶紧吃吧，家里都快被你吃的煎油开锅了呢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最近的饭量越来越大，身体也越来越圆了呢。别再为你的嘴馋找借口了，赶紧吃吧。哇，好漂亮的珍珠贝呀。其实它们都是用巧克力做的哟。哎，跑了一个，给我回来。太好吃了太好吃了，伙伴们来尝尝吧。每一个里面都有一颗珍珠耶。没有吃饱，哎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差点以为姐姐又在逗我呢，原来是一个勺子巧克力呀。吃饱了吃饱了，今天吃的好幸福呀，好漂亮的巧克力啊，你们喜欢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